你以为的导演专注幕后工作。当然他还会今天双十一是不能踩，没有动静啊！今天双十一应该很惨，但是你绝对想不到，这位导演还是个戏精。那、你老公李文静呢？是个有社会地位的人，有头有脸的人，你打小也是个领导，是不是个小伙子啊？在台里面跟你说话的事儿，出现了。这样说更直观一点，也不用麻烦小钱了，怼他一把。